行了，大家过来一下。哎，那是谁呀？哎，那不是《炫世纪》吗？大家过来一下，看我们招成员了，大家过来一下。哎，就那天晚上咱们看演出，最后出来唱《大梦想家》那三个。对，哎，他怎么会来咱们学校啊？这有什么稀奇的？他们本来就是我们学校的呀。啊，这像我们都没听说过啊。他们几个是高一的，这么有名的学长你们都不知道，也太孤陋寡闻了吧。李想、王军、宋运哲，你俩疯了吧？啊，还有没有融入感？还有没有廉耻心？你看他们，差点喊：“哎，山那边朋友，你们好吗？”山那边的朋友，你还好吗？安静一下，同学们，我们是炫世纪组合，我是组合成员，我叫李想，是组合里面的吉他手。大家好，叫李想。查一下，就是他呢特别的厉害，你知道吧，读的物理啊什么化学啊什么特别好，最主要还是篮球队中锋了，真的他学霸给你耳逼。你是不是暗恋人家呀？才这么会儿功夫给人弄那么清楚。网上查的。大家好，不要拥挤不要拥挤，我们炫世纪组呢非常乐意每一个同学的加入，只要想加入我们的都有报名表，现在请愿意加入的同学举手。哇，我勉为其难啊，不过不是我吹啊，这小爷我这一上场一个能顶俩，到时候就没他们什么事儿了。哎，小雨，你那不及格的卷儿还没给你妈签字。